情。
真是归心似箭啊。哎，那是天香的哪位师姐？守了几日，这花总算快开了。怎不知是？齐姐姐，你看悬崖边的那株，是不是油炭花？嗯，是的，晴儿。穆姑娘，曲盟主，你来啦！我和齐姐姐比你先找到花哦。哎，我早就在这儿了，没看见吗？你
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？刚刚怎么没见？我在这儿守了好几天了，当然是我先找到的。哼，口说无凭。我看呢，你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，看我们找到花才蹦出来的。凡事都讲个先来后到，你要耍无赖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晴儿，姑娘是天香弟子吧？我妹妹心直口快，得罪了。哼，少来这套，今天这花你们休想抢去。是是，姑娘在这儿苦守几日，这花理应是你的，你拿。不过什么？你们天香的独门内功与这花的功效相克。要是师父用了，变成怪物。齐姐姐，罢了罢了，这花你们就……这花我要了。你们这样你推我让的，好没意思。不如我拿走，也省得你们烦恼。等等，白云轩，你也是天香出身，这花与天香的内功相克。天香怎会有这样的呆子？你何时听过天香内功跟什么花草相克？他要把这花送给公子羽，故而才这么说。趁他没反应过来，咱们快走。哎，一个骗一个巧，真是。
没有铜板给个包子也行啊。Thank you.
暴制暴是最有效的方法。要过去了，今天你们有没有喝够水呢？小莲，让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吸引坏虫子。小腾，你又抽了新枝啊。哦，原来不是自言自语，是在跟花说话呀。谁在那里？师妹，是我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东瀛人又来捣乱了。你为什么一直跟花说话呀？你们都不信，其实你跟花说话他们都能听见的，不信你试试。真的吗？试试嘛，试试又不要紧。啊，好吧。你们好，看你们开得这么好，一定过得很开心吧。